次开放日总共有接近30个展览摊位，而有份参与的同学更多达400人，占全校各班同学。为了准备各个学会的展览摊位，向各位来宾参观同学展示不同学会的特色，有不少同学都提早7点半返学校整 board， lunch time 匆匆忙吃完饭就去整 board， 课学亦都留在学校到5点半继续整 board。由设定主题、搜集资料以及设计摊位游戏，都是由学会的同学一手包办，花费不少心机。但因为我们是韶关人，爱韶关这个家，同学都不求回报，尽尽心思去筹备，为求令到开放日更加吸引，向来宾展示出韶关最完美的一面。当得到来宾的支持和鼓励，留下对韶关一个美好印象时，即使在筹备过程中遇到多少困难，同学的努力都是值得的。今次开放日可以顺利举行，全赖同学背后的默默耕耘，请为所有在开放日中努力过的同学给予热烈掌声。